2024年属龙的，他的胃一直都不是很好，然后吃点水果都会难受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已经吃了很多药了，一直反反复复的，导致他念经也念不动。64年属龙的，麻烦请师傅帮他看一下他的胃。不好啊，胃里全是小动物啊，哎，鱼虾一大堆啊。哦，他要怎么念呢，师傅？啊，还有一个哇，还有一个灵性，哎呦，鼻子有点像猪一样的，哎哦，师傅，他要怎么念呢，师傅？念呀、啊、念呀、啊，就自己念念念小房子呀，再念点礼佛呀。哦，小房子有数量吗，师傅？49。哦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感恩师傅。